看看新闻网。台湾地区歌手张清芳曾因惊人的专辑销量被称作是华语歌坛的东方不败，嫁给了富商老公后，张清芳逐渐淡出歌坛。不过昨日正值中秋佳节，有媒体爆出张清芳位于香港浅水湾的豪宅发生了失窃案，一只价值79万多元的名贵钻戒不翼而飞。警方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因为没有失窃痕迹，怀疑是熟人所为。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